Hello， 警卫到底在笑什么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在校门口。女星小甜甜2021年闪婚小11岁男友宋敬贤，并生下爱女米苔木，没想到婚姻仅维持两年便结束。经常在社群平台分享生活的她，近日一改以往风格，抛出多则笑话影片。不过她除了套用效果强烈的瘦脸滤镜，整体风格也变得十分浮夸不自然。不少关注她许久的粉丝忧心询问甜甜你怎么了，这些短影片都有点邪门。事实上，小甜甜一周前还没开始拍摄笑话影片时，并未被指出状态有所异常。近期的影片不排除只是挑战新的题材与风格。针对网友留言关心小甜甜，目前尚未做出回应。Hello， 警卫到底在笑什么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在校门口。